希望这个视频啊，我们的飞哥不要看到。那今天就来测试一下这个门的质量，好吧？这样是不是危险行为啊？没事，我就夹一下，我就马上出来。我看他没有应急反应，好像没有应急反应，一点都没有。我感受出来了，他只是变慢了而已。我相信下次来公司他会变得更好。可能有个机会，还是给我设个指令啊。你看吧，我就想进去都进不去，应该怎么办吧？小姐。